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Phoenix， 我是俊廷，我是溥阳，我是 Max， 我是成龙，我是佳琪。我们今天来到 Pop Daily 的波波夏日庆典，统一时代百货的二楼梦广场。从我身后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摊贩，不只有卖吃的，有卖喝的，好吃又好玩。而且我们好像有一些任务关卡，还有任务哦。我以为只是等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接一下第一张任务卡。你在以下的线索中找到该品牌摊位，并前往移动到品牌摊位前，即为任务完成。线索：阿于摩斯兹。好看又好骑啦，所以它是交通工具，脚踏车还是机车？好，然后还帮我们找，帮我们找，是不是？没吗 ？King 的，啊，这个，哇，还没，而且真的很好看，很漂亮哎，这里，很漂亮哎，漂亮的，我妈，真的很漂亮，很像啊，而且你看它前面的盖子，它是有菱格纹哎。Max， 你要不要骑骑看？那感觉很好，很女生，感觉很好，是很漂亮的小女生。哎，我们这边，等一下，漂亮的小女生，等一下，你满头大汗的小女生。哎，滴，不要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设计很适合女生，因为它其实很轻巧。对对对，龙头是很轻巧，而且我蛮喜欢它这个配色，而且它的时尚感，看它的菱格纹。哎，这边要附一个包包。哦，是我附一个包包。没有。哎，那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吧，拍个三张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算找到第一关的任务完成。请在所的线索中找到该品牌摊位，并前往到品牌摊位前，即为我任务完成。十二生肖，十二生肖，十二生肖，属牛，它就是十二生肖。没有啦，少一个啦。对啊，少一个啊，少一个生肖。我们是要找兔子。哦，好，我们来找吧，跟兔子有关的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了，看到兔子哎。看我们的每一款都非常的时尚好看，米奇联名的哦 ，Max 还蛮适合这个方形包。然后俊廷你喜欢背那种放很多东西的，很适合你。然后成龙呢，我觉得你蛮适合长夹，来加起手拿包，而且我很喜欢，而且你看到它里面，是蛮适合你，很好看哎。在下一个任务之前，我觉得我们得吃点东西，吃冰吧，吃点冰。我发现这里还蛮方便的，这里竟然有行动支付。好，先停一下，敲一下。我是做给他们吃的。扣背扣屁股吗？可以。恭喜你。OK， 来英文。用 emoji 猜出该品牌，并到该品牌的摊位赢得游戏。牛乳什么东西三声？这个叫牛乳时检的啦。我们来到这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可以玩？乒乓球的小活动。其实有点难哦。我认真了。哦，不爽不紧绷，温和不刺激，产地浓味泡，哇吼！好，那这次换你练。这个条件有两个，是第一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他要背着波波的手机挂绳。OK。第二个跳针呢，就是他要拿着波波冰霸杯。我们要找五位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冰霸杯 ，Hello。哦，有，他两个都有。找到两位了，再来我们还要再找三位粉丝。哇哇塞！谢谢冰巴杯。我好像看到了。来，下一位粉丝。Hello， 你好 ，Hello。我觉得很特别，是没有看过 UA 的咖啡吗？我今天第一次看到。女生来填写问卷的话，就可以拿到一杯咖啡。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可以来这边换，然后填写问卷。没错。我们老板看起来非常专业，是手冲咖啡。请在市集中找到跟他有关的商品，喝了会漂亮。喝了会漂亮。找到跟他有关的商品，好，现在短头发喝了会变漂亮。是静雯姐吗？耳环，这是我们的静雯姐。哇，刚刚的。我感觉跟成龙一样大。我觉得他超好喝，他跟我之前偷喝妈妈的保养品很像。小朋友，这是错误的示范，要喝这个哦。对。哦，接下来要猜对喽，要就是分成两队哦。完成了。终于都完成了。7/21到7/23，波波夏日庆典在统一时代百货台北店二楼的梦广场，各种好吃好玩的都在这里哦。还有，有限定商品可以买，买了限定商品还可以送饮料折价券哦。想买手机挂绳，饮料折500，冰霸杯最高也是折500。那如果两个都有买的话呢，折1100元，多送100元，太划算了吧？
也谢谢大家支持我们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